我们给网友做个20克的天元剑，就从这个大金条，这个200克的大金条上面给它剪一点下来做。这一节剪好了，现在我们看一下多重。这一节21克多，等一下会有多的。这个戒指做好了，它做的是这种比较圆润的。现在我们看一下克重是多少的，刚好是20克的。